小僵尸，小僵尸，你赶紧把车还给我呀，我还得开着车去巡逻呢。哎呀，我不忙不忙，这车好好玩呀，嘟嘟嘟嘟嘟。哎呀，你快还给我呀。哎，阿奇警长，你怎么了呀？佩奇佩奇，你看小僵尸在我车上不下来，我得去巡逻，他不下来我怎么去呀？啊，是这样呀。阿奇警长别着急，小僵尸你快下来，阿奇警长要去巡逻呢，快下来。我不下，我不下，我就是不下来。不下来是吧？不下来我就给你爸爸打电话，要是你爸爸来了，你爸爸可要打你的小屁股啦。哼，我才不信呢，我爸爸根本就不会接你的电话。那就试试呗。喂，僵尸叔叔吗？小僵尸在警车上不下来，耽搁了警察叔叔巡逻，快过来呀。啥？你要来打他的小屁股吗？好嘞好嘞，小僵尸在这等着你哦。啊，你真给我爸爸打电话了呀。哎呀，我下来我下来。阿奇警长你快去，快上去。谢谢你啦佩奇，我就先走喽。嘟嘟嘟嘟嘟。佩奇，你真的给我爸爸打电话了呀？我当然不会给你的爸爸打电话啦，那是吓你的。要是不吓你，你会下来吗？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小僵尸这种行为是不是错误的呢？要是觉得是错误的话，发送小红心告诉他吧。不好了不好了，毛毛毛毛，森林里着火了，你快去灭火呀。啊，什么？好好好，那佩奇你先走，我马上就去。好的，那我先走了，开上我的车去灭火了。哎呀，毛毛毛毛，你开错车了，这个是我阿奇的警车啊。对不起对不起，阿奇，我把警车还给你，开上我的警车去巡逻咯。那这个就是我的车咯。毛毛毛毛，你也开错了，这个是我天天的飞机啊。天天天天，对不起，我把你的飞机还给你，我也要去巡逻咯。那这个肯定就是我的车了啦。毛毛毛毛，这个不是你的车，是我猪猪的车啊！对不起对不起，猪猪，我把车还给你。那我要开着我的车去巡逻喽。哎，那我的车去哪了呀？我明明也放在这儿了呀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呀？噜啦啦噜啦啦，哎，小僵尸小僵尸，你开的不是我的车吗？你能不能还给我呀？这是你的车呀，毛毛，想让我还给你也可以，除非呀，你送我99颗小红心啊！小红心我没有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有了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心，帮我送给小僵尸，让他把车还给我呀？太好了，我收到99颗小红心了。那毛毛把车还给。对啦，谢谢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我要去灭火喽。看，这是我哥哥熊大给我买的玩具车，是不是很好看呀？哇，熊二，你的哥哥对你可真好。那是当然了。那熊二，你能不能借我玩一玩呀？不行不行，这是我哥哥送给我的，我不能给你玩。你想要玩，就让你哥哥给你买一辆吧。哼，你不给我玩，我也不让你玩。看我的魔法魔法定！哎，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哈哈，你中了我的魔法，给我定住了。我要开着小汽车去玩喽。我的小汽车，小汽车，小怪兽快还给我！熊二熊二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在这哭呀？那家哥哥，小怪兽抢走了我的小汽车啊！别担心别担心，我舅舅帮你把它拿回来。小怪兽快把熊二的小汽车还给我，你怎么能随随便便拿别人的东西啊？你这样做非常不对，不然哪吒哥哥可要教训你了啊！别别别，哪吒哥哥，我只是贪玩，就把熊二的汽车给拿过来了。就算贪玩也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啊，拿别人的东西一定要经过别人的同意才可以嘛。那好吧，我把车还给熊二。好啊，那跟我一起回去把车还给熊二，再给他道个歉，知道了吗？小怪兽你总算来了，快解除我的魔法吧。好好好，魔法魔法变。对不起啊对不起，熊二，我把你的小汽车还给你，我不应该那样对你的，对不起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你是小怪兽弟弟，我刚才也不应该那样说你的，我应该把小汽车也借你玩玩，因为我们是好朋友。那我们现在一起玩吧。太好了，熊二，那我们一起玩吧。对了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有好玩的会不会和好朋友一起分享呢？如果会就发送小红心吧。熊大熊大，你快过来。怎么了熊二？你看这里有好多球呀，我们一起来踢球玩吧。好呀好呀，熊二，我把球踢给你，你再把球传给我吧。看我的，熊二接球，嘿，现在该我了。嘿，哎呀，谁在踢我？好大胆子，到底是谁？哎，好奇怪呀，熊二，我怎么听到这个球在说话呀？对对对，熊大熊大，我也听到了。难道这个不是球？那我们打开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好呀好呀，哎，这里好像是脚，那这里好像是手吧？哎，这里有头，这会是什么呢？啊，好像是怪兽啊，真的是怪兽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！刚才就是你们两个在踢我是吧？兄弟们快变身，我们一起来教训他们。看我变身，我也变身，变身成功！敢欺负我的兄弟是谁？谁欺负我的兄弟？哈，怎么一下子变出这么多怪兽呀？这个怎么办呀？对了，我有小红心，看我的红心能量，哈哈，这下怪兽就看不了我了吧？熊大熊大，你也给我一颗小红心吧，不然我会被怪兽带走的。啊，熊二熊二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小红心了。哎，怎么变成一个人了？算了算了，那我们就把他带走吧。啊，这个怎么办呀？我可不想被怪兽带走。对了对了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不是有很多小红心吗？能不能发送小红心帮我隐身吧？哎，刚才还有一个熊在那儿呢，怎么不见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冰冰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布布姐姐。冰冰姐姐，你看我给你带了一个玩具哦。这是什么玩具啊？这个呀是海盗桶。那这个海盗桶怎么玩呀？这个呀就是这把小剑呢放入这里面，只要是触碰了机关它就会弹起来。真的吗？对呀，只要它弹起来的话谁就输了。输了有什么惩罚呀？输了的话就给赢的吹一个气球。好呀，没问题，我肯定会赢的。那我们谁先开始呢？我们肯定猜拳呀，来不来呀？好呀，那我们就来猜拳吧。一二三，嘿，哈哈，我输了。那你先来吧。好呀，放在这儿。哇，没有，该冰冰姐姐了。该我了，一个红色的，然后放在这里。哦，又该我了。那我放在这儿吧。啊，有没有啊？还好还好，一个黄色的放这儿。嘿嘿，我也没有。那我再来一个，我就放在这儿吧。有没有啊？
哇，又躲过了一劫。那我放在这里吧。哇，我也躲过一劫了。我来再看看，我把它放在这儿。那接下来该我了。那我放在这儿。哎，哇，我失败了。哇，丁丁姐姐你失败了。来，给我吹个气球。好吧，那我接受惩罚。不过吹气球也很厉害。哇，好厉害呀！来，给你吧，好好看呀！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丁丁姐姐吹的气球好看吗？可以评论告诉我们哟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丁丁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布布姐姐。丁丁姐姐，咱们来比赛画花朵吧。好呀，没问题，我画画可厉害了。我也画得很厉害的。那我们就开始画吧。但是的话，我们谁画好有没有什么奖励呀？我这有两个棒棒糖，如果谁画好的话，就把这个两个棒棒糖给他，好不好呀？那好吧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丁丁姐姐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呀，二三，开始。圆画，花瓣。丁丁姐姐一定没有我画的好看。一定比你画的好看，我就画完了。再画几片叶子，好了，我画完了，还没有画完呀，画的可真慢呀。好了，我也画完了。对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都画好了。我觉得我画的好，我觉得我画的好，我觉得我画的好。这个棒棒糖应该属于我。不行不行，那咱们来问小朋友们吧。好呀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丁丁姐姐画的好的就发送数字666哦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们觉得布布姐姐画的好的话，就发送小红心哦。哎呀，天好黑呀，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哎，乔治乔治，你怎么了呀？小僵尸，这天好黑呀，我都找不到家了。没事的，乔治，走，我送你回家吧，我知道你家在哪儿哟。太好啦，小僵尸，那咱们快走吧。走喽走喽，赶快走喽。乔治乔治，你的家到啦。哎，还真的到家了，谢谢你小僵尸。不客气不客气，那我就先走喽。哎呀，这天这么黑，我好像找不到自己的家了啊，这咋办呀？小僵尸，你回不了家了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拿出电话给你的爸爸打电话，让他来接你好不好呀？哎，好好好，这是个好办法。喂，巨人僵尸叔叔吗？小僵尸现在在我家门口呢，他刚刚送我回家，本来他要回家的，可是这天太黑了，他不敢回家。好好好，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哦。小僵尸小僵尸，爸爸来了。爸爸爸爸，你来了呀。小僵尸，没想到你还能送乔治回家呢，爸爸真替你感到高兴。嘿嘿，乔治怕黑嘛，我就送他回来了。可是送他回来之后天更黑了，我就不敢回家了。没事没事，这不是爸爸来了吗？走，爸爸带你回家去喽。小僵尸真是太好了，为了我还把我送回来，真是太好了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这样的小僵尸吗？给评论告诉他哟。蝎子精，你快放了我，要不然我的哥哥奥特曼来了肯定会教训你的。哈哈哈，白雪公主，你就不用骗我了，你的哥哥怎么可能是奥特曼呢？我才不相信呢。不过就算你的哥哥是奥特曼，他来了也救不了你。看我的魔法魔法变。哈哈，现在有两个白雪公主，他肯定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白雪公主了吧。不好，我听说白雪妹妹被蝎子精封印起来，我要赶紧去追她。咻，蝎子精，快放了我的白雪妹妹。白雪公主，没想到你的哥哥真的是奥特曼。蝎子精，知道我是白雪公主的哥哥了吧？你快放了他。想让我放他没问题，白雪公主呀就在这儿，其中一个，只要你找正确了，我就把他放了啊。两个白雪妹妹都长得一模一样，这可怎么分辨呀？奥特曼哥哥，我是真正的白雪。奥特曼哥哥，我是真的，他是假冒的。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。天哪，这可怎么办？他们不仅长得一模一样，声音还一样，这让我怎么分辨呀？奥特曼，你赶紧找出来，不然我就把白雪都封印起来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有了，白雪妹妹最喜欢吃草莓味的蛋糕了，那我就用这个来考考他们吧。既然你们都说是我的白雪妹妹，我也分辨不出来。那你们说说你们最爱吃的是什么？我当然爱吃棒棒糖了。才不是呢，我最爱吃草莓蛋糕了。哈哈，我已经知道谁才是我的白雪妹妹了。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赶快在评论区留言，发送他们的编号告诉我吧。小朋友们，我二号才是真正的白雪公主，你们猜对了吗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的闯关大冒险游戏被我给弄坏了。熊大熊大，你快来呀！怎么啦，熊二？我正在睡觉呢，你叫我干什么？熊大熊大，你快看，我的闯关大冒险游戏坏了，你快帮我修一修吧。啊，坏了，可是我不会修呀。那这可怎么办呀？熊大熊二，我葫芦娃可以帮你们修。葫芦娃哥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当然了，那我先来帮你们拼好吧。这个放这里，还有这个放这儿。这个呀放这里，好啦，终于修好了，谢谢你葫芦娃哥哥。客气不客气，二娃，原来你在这儿呀，我还到处找你呢。大哥大哥，我在这儿帮熊大熊二修闯关大冒险游戏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呀，那修好了吗？修好了修好了，那我们赶快集合去消灭妖怪吧。好的好的，那熊大熊二我们就先走了。等等等等，葫芦娃哥哥，为了感谢你，把我们爱吃的巧克力都分给你们吧，谢谢你们的巧克力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对了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心帮我们谢谢这么正义的葫芦娃哥哥呀，拜托你们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丁丁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布布姐姐。
我的数学成绩真的没有布布姐姐好。没事，接下来继续努力就好了呀。好吧，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7+1等于多少吗？要知道的话告诉布布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丁丁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布布姐姐。布布姐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当然不知道了，这个是我从外地买回来的。外地呀？嗯，肯定没玩过吧？没有。你猜猜这是什么？这不就是木头吗？能是什么呀？这个才不是木头呢，真是，就是，你看看，我给你建的奇迹。你们喜不喜欢？你们喜欢的话，就发送小红心。